不过要说比自拍，那还是水瓶座怪叔叔陈坤比较威武。如果你要成一个完美的水瓶座，你就是接受一切，接受一切，接受一切。所以不是发自拍嘛，我这张就是最帅的，跟我念，陈坤最帅。好了，围观结束，大家散了吧。娱乐新天地综合报道。